尤其是在流过了那么多的冷汗，总是不安不敢偷看，谁谋杀了我的胆量，没那么简单就能坚持，别人却在看，脚踏实地，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，不敢偷看，依旧也习惯，不用偷看，谁也不用被谁看，感觉不会就看东看西，感觉错了就相信自己，别人的答案随便看一看，自己做决定，不必拥有太多工具，一双眼睛配铅笔，在考试里躺关上了手机，答案藏在裤子里，作弊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运气，遇到不会我的问题，看看后面或者隔壁，考试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急，什么都不懂的问题，成绩我担心，所以发神经，如今偷看最开心，但却对不起自己。